哎，你不再讲。警方包围绿衣女子，还直接上手把人扛走。4名员警抓手抓脚控制她的四肢，不管女子怎么挣扎都没用，被拖出店外。现在跟你告知了，我说我会出去。那你请你现在马上站起来。话文彻使用强制力了，我相信你听懂啊。 原来是女子到咖啡厅没消费，却占位睡觉，长达4个小时才被报警。你现在有没有怎么样？我们看一下，确定一下你的生命状况。如果你不是一个 ambulance 救护车的话，你有不舒服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放你。 你有不舒服吗？动手，不需要去医院。但不管女警怎么劝说，女子不露脸，也不给证件，说话中英夹杂，说不舒服也不配合就医。员警甚至还掀椅子赶人，双方对峙僵持，女子就是不起来，最后被员警给抬出店外。不少民众目击，还看到女子不断扭动挣扎，到派出所还崩溃拍门，被强制送医。因周女精神状况不稳，经119人员到场评估。 后送往医疗院所就医。女子带着行李到咖啡厅，没点东西，还占位睡觉，被报警不配合，情绪不稳，赖在地上不起来，被员警扛出去，也让目击民众看傻眼。记者宋佩成、郭怡珍，高雄报道。